是我意思。十分庄严，上次我刚完成了一件轻奢简约风，这次我们就来一个现代简约风吧。它外面其实做了蛮多，两盒，不小心差点被倒了。这就只有这两款哦，然后在旁边这个房间哦，它原本是好的，我们全部打铺成红色的，就容易打理了。然后这一方这边也是有做一点两盒啦。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两盒呢？因为现在的男性应该很难过睡床的，这个男性不会。然后我只是做了一个两盒在这里，他只会放一个小桌子在这边比较 chill 的。你看到这个，这边很多窗口，有很多栏的，所以说不行就把这个改成这种墙壁的，然后这里面有什么透光玻璃，可以通透透透透透来。然后这边呢，一直考虑安全，然后很多情况都是说那个铁幕啊，这里是个超大的水管，这个小台哦，这是我第一次用那个。其实我没想过原来的红色也可以用来生态，但是我只是因为看那个风水啊，所以有一些颜色上的要求。所以这个是整个屋子唯一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，但是因为它的白色很多很多，所以看起来是超级值。然后再搭配的，有点咖啡色，其实很好看，整个加上红色的话，就很有少女的气息。可是，一来到这个房间，就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是现代简约风，可以穿白色为主。这就是这种木纹的效果哦，你没有想到，其实它可以不要整个感觉就是一个不一样，看起来整个比较高级。然后在我后面这边，就是一个小屏幕的屏风啊，这个屏风柜，它是为了一些风水，所以它是除了风水以外，也为了给观众更有一个玻璃橱，这个是方形的，它是方形的，就也是打折。这小洞是为了要装那个玻璃区在这里，然后叫你做一个高球的那个水管子，然后就做一个小型的一个洗手台，就比较方便哦。还有镜子，这是灰色的镜子，然后镜子呢就可以让整个房间看起来比较宽敞，然后上面就做一个小收纳的一个上橱。这里到的就是冰箱里，然后基本上刚厨房就这样子了，然后窗户放进去。它是一个富态的玻璃窗，不知道你进去的门是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这个小门？这个呢，招口通的招口跟前面那个材质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它就比较在前面的，反正如果真的比较适合，上面还是这个会比较适合。下面是安装，楼下面就有进房的水管了。对，上面这个大门，这个三木厨哦，是木厨，但是我们也是有做了一些灯光，也在中央做了灯光。因为你在那切手，切出来的时候会切到手。这边后面就是刚刚那个宝那个凉棚的位置，超大的，然后还做一个透光的设计，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就不会太暗哦。这里有一个好棒。那我在做这打扫，然后我看到这边有什么特别多，就像是做一些像什么窗户啊、和阳台啊这种。三楼也是有的，然后这边那边它很多窗口的，一样的，这么多窗口，我只能把这些窗口都封掉，预留一些位置可以装橱柜哟。继续往下看，三，这里有三，对三，没问题。三楼是一个小的，姐妹。楼上楼梯设计很特别，你们看一下。Yeah.
站在上面看，看出去那边的真的超。这里是你家里三，我就是上面。